今天是我们三年级毕业典礼的日子，那校长首先在这边还是非常感谢我们在场特别多空过来指导给我们毕业典礼典礼的贵宾啊，特别多空前来。那另外也感谢各界的贵宾给我们蛮多的礼金还有礼物、毕业纪念品啊，来恭贺我们的同学啊，在此一遍感谢。好，那在我们三年级要毕业的时候呢，校长来为各位想想说，要为给各位毕业生什么东西呢？这个在网络人家的传，可能有的人看过啊，蛮多的啊，其实蛮有趣的。如果将这个英文字母啊，26个英文字母，第一个代表是一，啊，到最后一个26，按照顺序这样子排。如果假设是这样啊，好，那到底人家说，你的人生是什么啊？有什么梦想啊？那你的人生如果要成功，需要靠什么啊？好，是不是这个知识呢？是不是努力读书？努力读书可能可以达到你96%的成功几率啊，这样子加总起来啊是96啊。所以另外的话呢，你看看是不是努力工作，毕业之后你就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在英文字母这样子讲。好，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这样子的努力，很用心的努力，那其实只可以达到98%。好，努力工作。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呢？就是靠幸运，靠运气。啊，英文字母也要17K，啊，47%而已。啊，好，那还有什么呢？爱情，爱情可以促成你的成功。啊，有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没错。啊，是爱情吗？爱情看来也是只占了54%。好，那什么可以决定我们100%的人生呢？有什么呢？是金钱吗？哦，很会赚钱就好了吗？哦，其实只有72%，看来好像也不是啊。那还有什么呢？是领导能力，是权力吗？哦，领导能力的话，那其实也只有89%。啊，看来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啊，好，那接下来下一章啊，既然这个金钱、权力啊、领导的能力啊，这些都能决定我们的生活，那怎么可以真正来决定我们未来的人生？各位毕业后的人生是什么？啊，真正可以的话呢，决定我们的很凑巧，英文。好，这个心态态度的话，加总起来刚好是100%。好，刚好是100%。或许是巧合，但是校长觉得蛮有意义的，蛮有道理的。所以校长今天在这边要勉励各位的，就是你的心态、你的态度。啊，未来你即将毕业了，啊，你要达到100%圆满的人生，啊。那就是希望说你的态度能够正确，态度将决定你的高度啊。好，那什么样的态度呢？在最后这边啊，这个勉励这边，积极努力啊，或者怎样的态度呢？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校门口，校长一直在勉励各位的，嘉义县的校园文化核心价值啊，热忱关怀成人健康。希望说我们永远有这个热忱、热情、诚意啊，对待人事物啊。好，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这个是今年的毕业纪念册，也可以给各位一个态度的建议。你努力不一定可以成功，但是如果你放弃了，那一定就是失败啊。所以就是勉励我们所有的三年级同学啊。祝福所有的三年级同学能够一帆风顺，毕业快乐！谢谢。